喂 ，Audrey， 你今日好似系第一次嚟我哋嘅 staff training 喎，喂，有咩期待先？系啊，今日我系第一次嚟 staff training 啦，嚟 project 嘅 staff training 啦，我希望可以透过呢次 training 咧，系同同事们啦，甚至乎同老板啊，甚至乎同咁多位嘅同事系有更加多嘅交流同埋沟通、互动等等啦。咁同埋，其實我覺得透過 training 應該我 expectation 係可以認識更多自己，認識更多大家咯，同埋認識多啲公司啦。始終其實自己都係新入職嘅一位小樹，咁所以咧，我覺得透過呢次 training 咧，都可以認識更多 project 呢間公司啦。聽聞好似晏晝嘅 training 好緊張刺激，所以一陣睇下有咩活動玩啦。Project 嘅歷史同埋product 有關嘅，舉手啊，舉手啊，唔需要噴出嚟啊！我依家都冇聽佢講啦。香港第一間 Harlock 嘅分店係咩年份開幕？即係喺度諗咯，咪要計數啊！係啊，等先十幾年，揀一隻2013。四款啊，要講出四款啊！酥土爐而是用邊爐 gas 嘅？4310340，之後盒仔爐 ，G 酥，即係320啦。之後仲有嗰個有條喉嗰個叫咩啊？有條喉嗰個叫 fusion， 唔係喎，邊爐器喎？邊爐器誒，可以有兩隻有條喉嘅。熱撈啊！找到呢件咧，哇！係啊，好熱啊，好多啦。自己仲有一個最高嘅燒烤牆，好嬲喎，收場㗎，最高個圖啊！我要出時間跑緊啦，阿珍。我俾佢哋放甩咗我。我完全跟唔到佢哋。在上面喎，應該燒烤牆二係嘛？寫住。喺张凳度啫嘛，咩你都话搵唔到啦，即系叫佢讲三声，你都几古惑，笑得好奸个。我会 key 翻个奸笑俾佢，好丑啫。橙色嗰個1蚊咯，我覺得橙色嗰個2蚊埋，嗰兩嚿都冇。下邊個藍色嗰個1蚊。仲有3分鐘，仲有3秒得唔得？喂，玩完啦，哥。真係冧噶啦！我哋收放手先，佢唔冧嘅而家。我哋一排3分鐘。今日第一次見大家啦，今日咧帶咗啲咩嚟咧？點解要揾我哋幫手咧？我哋就要做啲嘢嘅，叫舞動啊！我哋咧有兩 part 嘅，我哋首先第一 part 咧，我哋係熱身咗先，係啦。咩啊？開數慢啲啦，開始嚟啊！5、6、7、8，佢1、2、3、4。5、6、7、8，轉2、2、3、4，準備交叉7、8。1、2、3、4，準備出手7、8。1、2、3、4，5、6、7，舉手1、2、3、4，準備6下7、8，去1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抌出去 ，and pose。
喂，阿珊 Jessica， hello， 耶，啱啱完咗一个 staff training 啦，点啊？你哋觉得有咩感想啊？喂，今年好开心啊！嗱，首先你睇有嘢食，同埋我觉得跳舞都系好好玩，系唔错。虽然会唔记得嘅，好紧要嘅，好得意，我觉得，不过都会好紧张咯。但系真系未试过我哋之前 training， 系啊，同埋终于系有其他人嚟参与我哋嘅 training 啦，唔再系净系我哋自己个同事咯。有新的人，有新的感觉，都好开心。今次 staff training 玩了什么令到你们觉得很新颖？其实我觉得砌机械人都很新颖嘅，即系虽然不是新颖，但我都觉得很难。最尾仲要玩那些不知咩重量建筑嗰啲力学嗰啲嘢，我都觉得好神奇。同埋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原来真系可以都唔讲嘢。其实我不讲嘢的时候，我不一定是病嘅，因为其实我都真的可以不讲嘢，很专注做一件事。但系真系估唔到第一弯同埋第一弯已经咁，一弯够噶啦。其实唔好再多，再多搞唔掂啊。其实我真的跑嚟跑去会死人啊。其实我哋所有同事都好幸福嘅，都好 enjoy 咯。我觉得即系大家都好投入呢件事，成件事都好开心。咁我都好希望我哋出年都系咁开心玩啦，唔闷咯。好 ，thank you 你哋。今集的一日 staff training vlog 就是这么多了，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后有没有对我们的同事们加深了认识呢？喜欢这条片的话记得 like 和 share， 还要订阅我们的 channel，哦，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